进。经理。丽丽啊，请坐，请坐。丽丽，我给你泡杯茶吧。啊，你是喝龙井还是铁观音？普洱茶。你们女同志最喜欢养生了，不用不用，太麻烦了，我就喝这个吧，就这个。啊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这么着急？丽丽啊，我真是错怪你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真没想到啊，你能把公司的事情这么放在心上，啊，利用出差的机会，还不忘一切时间抓紧时间去公关。这种精神啊，我要在公司大力发扬。哦，您是说我碰见赵总那事儿吧？嗨，不是那样的，巧了，巧合。什么巧合？你心里有这种概念，你才会做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丽丽，你就是我们公司今年最佳优秀员工。您这太过奖了，您这担当不起。不说了，不说了啊，该奖必须奖励啊，你知道吗？赵总这家连锁酒店，全国有几百家，这家五星级酒店，市里的几大品牌咨询公司都盯着这块肥肉。就凭我们公司这实力，就是去竞标了，也就试着玩玩。赵总亲自打电话过来，抓紧推进方案。什么概念啊，丽丽？这就是你的功劳。我？对呀。真的？您是想奖励我什么呀？咱们整点实惠的吧。我都2年没涨工资了。不行。不行。我不光要给你涨工资，我还要给你升职。真的，不升职这事儿不着急，主要是工资这个。不升职怎么涨工资啊？啊，丽丽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部门主管了啊，专门负责赵总这个项目。啊，真的？你知道吗？只要这个项目拿下了，咱公司一年的饭钱都有了。哈，直接升主管呀？不是说先升副主管吗？怎么副主管直接升主管？哎呦，这太突然了。这经理，我这前期也没跟过这项目，这直接升主管，这行吗？你现在是领导了，具体事项你根本就不用管。哦，你就记住啊，你就有一个任务，俩字儿，嗯，公关。你看我天天屁颠屁颠的忙活啥呢？就是应酬公关。公关我不太擅长啊。你没问题，你别谦虚了，我看你行啊。走走走，马上走啊。上哪儿啊？见赵总啊。见赵总？现在？对呀、啊、赵总今天晚上请我俩吃饭，谈一下这个具体的细节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今晚得陪爸妈，你看看人家老是急茬，再说我这还放着假呢。你什么时候不能陪爸妈呀、啊？我们现在一定要趁热打铁，把这个项目拿下来。丽丽，我跟你讲啊，只要这个项目拿下了，我给你一周时间陪爸妈。哎呀，经理，我今天真放假了，明天不行吗？明天就上班了。不够是吧？一个月。王大夫，有人给刘主任送了点东西，他也没在。您看，要不然先放您这儿。刘主任不收礼啊？你替他收了不合适吧？我没收，是人家病人家属放在这儿的，我也是刚刚才发现的。那就放这儿吧。啊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好，拜拜。哎，郭爷，你回来了没有？回来了，跟医院呢。那还不赶紧报到？怎么着？不想请客？谁说不请了？晚上咱一块儿吃饭啊！这就对了，凡事不能躲，尤其是这种好事。我什么时候躲了？啊，晚上见吧。啊，哎，哪有好事儿啊？来来来，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啊，明天也该辛苦了。今天呢，真是感谢葛总、田设计师能够光临啊，我再敬你们一杯。好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干杯。好，
田设计师，我这酒店可就交给你了，我先干为敬。谢谢赵总这么信任我们。老陈啊，还不赶紧敬田设计师一杯酒，以后你们两个可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啊。老赵，我也想敬田大美女酒，不过你看看你敬的酒人家都没喝完呢，我敬不了。我这酒量啊真是不行。田大设计师，我们赵总敬你的酒都不喝干了，这也忒不给面了吧，这是不是诚意不足啊？啊，好，痛快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田大美女啊，不怪我们赵总为你倾心啊，就看您喝酒这种敞亮劲儿。来，这杯酒是我代表我公司敬您，来，我给您满上啊。来来来，我代表我们公司，我敬你了。咱们少喝点啊，别干了。哎，田小姐，我记得上次你跟我们赵总那一曲舞蹈下来，可是惊艳全场。这会跳舞的女人，那酒量一定很大啊，是不是，老哥？啊，不是，哪有这说法，都从来没听说过。丽丽，你没问题。好，好，田小姐太神了，太神了，来，满上，再敬您一杯。还来？田小姐，你可千万别说你不行，我们公司那么大项目，赵总眼皮都没眨下去交给你了。你要说不行，那我们心里可就不托底儿了啊。老陈啊，人家有这资格。丽丽，不能喝就不喝。老赵，你这说就对了，这越有实力才有应该干掉这一杯。田小姐，好歹我也是这个项目的具体负责人，你这要不陪我喝了这杯酒，是不是太不够面子了啊？好，这田小姐不愧是巾帼英雄，我再给你满上三杯为敬。不是，咱不吃点饭就这么干喝呀，谁受得了啊？陈总，吃点菜，吃点菜啊。陈总啊，你多包涵，你要想拼酒的话，在公司里面我可是这个啊，我给你喝来。哎，老哥，咱说个心里话啊，这次这个项目要不是因为你们田大设计师，还真未必能落到你手上，是不是，老赵？老陈，喝多了啊，回来吃点菜。哎，我说老赵，咱们俩在一起戎马生涯，是不是也小二十年了？我什么时候见过你为了一个项目这么亲力亲为过？那还不是因为这田大设计师的个人魅力啊？对，太对了。赵总，你好眼力啊！我们田丽丽可是公司的法宝之一啊！啊，她轻易不出场的。丽丽，别在意啊。这老陈啊，喝多了，这嘴上就没把门的，别在意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老哥，你坐。哎呀，田小姐啊，我这人一喝多了酒，这嘴就没把门的啊。刚才怨我，别见怪啊。这壶酒我的，我把它全干了。这壶酒啊，是您的，您随意。老陈。没看吗，田大美女这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，一定是海量。田小姐，这个面子应该给我吧。我干嘛要给你这面子呀？老陈，回来吧，回来吃点菜。赵总好眼力啊，丽丽在我们公司那可是一把好手啊，是，轻易不上场的。赵总，那个我家里边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一步了。哎，丽丽，丽丽，这田大小姐的脾气还不小啊。赵总，陈总，真不好意思啊，这样我替她喝好吧。来来来来来，陈总，来来，我敬你，我敬你。
丽丽，对不起啊。你怎么出来了，赵总？你看老陈这个人，说了好多次了，每次喝了酒就开始拼酒，真对不起，也没让你好好吃个饭。吃饭都是次要的，我说你们那陈总也太能灌人喝酒了，你说这是干嘛呢？灌我一肚子酒。是。不过我们葛经理就是想来跟甲方好好吃顿饭，结果弄得这么尴尬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们经理交代呢。没问题的，你啊是我们爱美定下来的设计师，我们成心成意去，没问题。赵总，您放心，反正工作这方面我们一定会尽力做好的。这我相信。行，那我就走了。哎，等会儿。不回去了，他们现在肯定很后悔。回什么呀？那么尴尬，他后悔，我还后悔呢，喝我这一肚子酒。行，算我欠你一顿饭。哎，不用欠，不用欠。赵总，我觉得吧，工作呢，我们就好好合作，好好给他做好了。什么吃饭呀、喝酒，那都以后再说，好吗？行，听你的。那这样，我送你。不用，我打车挺方便的。那不行，今天是我的人事里，一定得让我送啊！等一下，喂，小吴，把车开过来。好，走。谢。加个微信呗。好呀。等会儿一块吃饭啊。好。哎，变四上了，回来看一下啊。哎，你今晚真有时间。有啊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哎，我们待会儿吃什么去？吃什么？吃什么？虾呀！马小啊！对呀，必须的。一会儿再给你打啊。啊，一定啊，等你啊，等你吃饭。好嘞。你怎么才来呢？我都打了两局了，一点体力都没了。哼，我看你这是泡妞给自己体力泡没了。朋友，别给我兴说。你看你那么英雄打采的样，等会儿打球也得输给我。哎呦，要说呀，我现在都没心思打球。哎，不就是你爸结婚没通知你，你至于吗？当然至于了。我告诉你，就因为这事儿，现在要引发家庭大战了。你媳妇还管你老爷子再婚？不是，这好多事儿都是连锁反应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爸这找后老伴就找呗。没想到找了裴阿姨，是一保姆，现在非得卖房买个新房，八头牛都拉不回来，你说跟中邪了一样。你也别太悲观了，你得换个思路想这个问题。嗯，老头身体多棒啊，老当益壮，这岁数我这喝多少罐红牛才能赶上这老头？真的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说风凉话是不是？我是说你爸，标准的好演员，怎么又成好演员了？演技派呀，这给你们一个一个玩的，对不对？你说如果咱们俩要会你爸这点本事，化被动为主动，什么媳妇儿啊、老爹呀、啊，全部拿下。哎呀，反正我现在确实是让我爸给拿下了，倒是真的。行了，你也就别琢磨这事儿了，那是你爸自己个儿的房子啊，人家自己奋斗出来的，他愿意卖就让他卖吧。不是不让我爸卖房。你怎么不明白呢？哦，你不知道，我丈母娘出了个主意，啊，说可以找后老伴儿啊，做个婚前财产公证。我这事儿，这我好意思跟我爸提吗？这要求，还没等我想怎么说呢，我爸跟彭阿姨公证了，证都领完了。你说这我怎么跟丈母娘交代呀？这后院又起火了。是啊，前院的火还没扑灭呢。你说你吧。要我说，干脆这样，你爸愿意卖房就让他卖得了，顺着他的意思，孝顺孝顺，顺为先，对吧？你现在的关键就是怎么样考虑对付你丈母娘，怎么把你丈母娘这关过了，他现在这个问题是关键的。是啊，哪关都不好过。对。哎，爸，丽丽跟你在一块儿吗？没跟我在一块儿啊。哎呦，那他怎么这么晚也没回来啊？电话也不接，我还以为他去接你了呢。啊，他说他来找我啊？啊，没有，那个他去给你爸送螃蟹去了。去我爸家了，送螃蟹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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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打不了了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就找他去。你才来就走啊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不用送，我到家了，我这就到家。慢点慢点慢点，没事没事，真没事儿，真没事，我就住楼上这。哦，我到家了。哎，没事。哎，你小心小心。丽丽，我送上楼吧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王大夫，这赵总啊，是不是见过？见过见过。干嘛呀这是？不好意思啊，赵总送我回来的。啊，谢谢啊，行，那赶紧回去吧。谢谢啊，赵总。哎，慢点啊，干嘛喝东西去？慢点走，你可真行你啊！嗯，怎么样啊？好点没有啊？跟谁喝的呀？啊？什么酒啊？喝这么多啊？怎么还吐了呢？快快快，喝点热茶，还舒不舒服？这胃能受得了吗？老弟，慢点，这胃难受不难受啊？你咋那么多问题啊？我先回答哪个？嗯，这几个问题都不用回答，你先回答我，为什么你没去我爸那儿呢？哎呀，真想去来着啊！一回来就被葛朗台拉去喝酒了，没去成，明儿去吧。哦，太好了！我都喝成这样，你还说太好了？我是说，你没去我爸那儿太好了。为什么呀？我爸不能吃螃蟹，一吃螃蟹就容易过敏，然后就容易抽风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以前吃怎么都没事好好的呀，吃挺欢的呢。原来吃过吗？当然吃过了，那是海螃蟹，肯定是海螃蟹。河里的螃蟹从来没吃过，河里的什么都不能吃，有生命危险，所以你不要冒这个险啊。哎，没事儿，陪阿姨吃也一样，还不浪费。别。我跟你说，丽丽，裴阿姨啊，从小就有一毛病，就不能看那个腿多的东西，什么蜘蛛啦、螃蟹，看着浑身就难受。不，你就别招这事儿了，好吧？还有这事儿呢？有，都是怪毛病，啊。王凯旋，你蒙我呢吧？你是不是净找理由不让我去你家呀？没，我干嘛不让你去我们家呀？那不是也是你家吗？唯一有一点小担心就是。我爸不是老逼着我签字吗？我怕你去了，他在为难你。这不心疼你吗？是吗？是，就这么回事。你看怎么变成你问我了？我还没问完呢。为什么葛朗台带着你去喝酒啊？啊？别问，不能提酒这个字儿就。那桌上啊，又特讨厌一个陈总。净逼着我喝酒，都喝成这样了。哎，这陈总是谁呀？陈总是那个，是赵总公司一人。哦，反正你们这领导葛朗台是够不靠谱的。他是你的领导，他不送你，让别人公司的领导送你，这是什么领导？这是怎么送我呀？他现在还在那儿呢。那你也应该自己打个车回来。你跟人家赵总什么陈总有那么熟吗？多不好意思呀。嘿，我说你这一点都不心疼我，你这那都指责我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洗澡去。啊。主任，这是昨天小齐帮您收的礼物，我给您带过来了，给您放这儿了啊。凯旋，你怎么能帮我收礼呢？一个患者留在这儿的，具体是哪个患者也不知道，就给您拿过来了。我回去了啊。哎哎，你先把门关上。来，过来。你先坐。凯旋，嗯，你跟 A 口到底怎么说的？他怎么还是不接我电话呢？是吗？还不接你电话啊？凯旋，这样，你再帮我一个忙，把这个茶叶呀，给艾可送过去，你再帮我多说说。主任，我跟艾可平时也见不着面啊。
哎，要不你叫快递送他们家去多好呀？叫什么快递呀？你呀，不用紧张，我知道你们是同学关系，啊，你不用避嫌。哎呀，艾可这女孩确实是任性。反正那天我见着面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我说刘主任这么好的男人，事业也好，身体也好，优质的男人，你怎么就……他怎么说的？他没理我。你哪来这么大火气啊？那个陈总我们也不能得罪啊。他是项目的负责人，又是赵总的左右手。你惹他干嘛呀？经理，那是我惹的他吗？那是他在惹我，我确实喝不了了。一共不就喝了5-6杯吗？他至于喝大吗？啊，你就是心里不舒服。哎，对，我就是心里不舒服。要搁你舒服啊？我肯定舒服啊。你就是再不想喝，你婉转一点，你干嘛这么直啊？我已经不能再婉转了，必须直接。行了，昨天咱把赵总得罪了啊，今天回请人家。不会吧，经理，今天晚上啊还喝？对呀，我是个设计师，我不是公关小姐，我都说了我不擅长公关。我知道你是设计师，但是设计师也不能光懂设计不通人情啊。你不要以为赵总欣赏你，我就不敢动你。哎，经理，你不用亲手动我，我昨天回家想好了，这主管我干不了，你别让我干了。丽丽，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昨天你走以后，赵总说什么你知道吗？赵总说就喜欢你这种性格直来直去的，把项目交给我们他放心。真的？我看出来了，这项目就非你莫属了。人家真这么说？就这么说的。那不就结了吗？那咱们赔什么罪去呀？哎呀，那不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台阶吗？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行了啊，丽丽，没有商量的余地啊。今天晚上6点还是那个包间，你必须去。要去你去，我去不了。哎，丽丽，你滚！帮我盯着点啊，我得出去一趟。你抱着这玩意儿，你要干嘛呀？这不给我公公带的螃蟹吗？一直没给他，都快坏了。你还真行，放这儿冻着呢。但丽丽，我也要好处。我最喜欢吃螃蟹了，要不你给我吃得了？我给我公公带的，你看你，给你的礼物在这儿呢，我都忘给你了。哎，红盒，自己拿。什么东西啊？来看看呀。不会是从淘宝上给我淘的吧？呵，瞧你这小心眼儿！你看看那橙色那包装，能淘宝买的吗？这还挺好看的，喜欢吗？谢谢。不过丽丽，我真是佩服你，你们家公公把那学区房都给抵出去了，你还对他那么好，要我全部自己吃完，我才不给他吃呢。要不说你嫁不出去呢？这事儿啊，要轮到你头上，你也就明白了。老人啊，其实不容易，都有他们的苦衷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呗，是吧？你帮我盯会儿，我真的走了啊。我感觉真是烧了什么高香，是那么好一个老人。哎，你呢？帮我带点药。主任，这凯旋，你答应过要帮我的。谢谢啊。我能冒昧的问一句，你到底怎么得罪艾可了？干嘛死活不原谅你啊？这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事儿？无非就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呗。我们俩原来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不至于这样啊。什么？啊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主任。我是说，原来我们俩在大学作为同学的时候，那会儿年轻气盛，他也没这么任性呀。哎，主任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他故意跟您撒娇呢？这也是一种爱的表达。
撒娇？啊，这女孩的心思不好琢磨着呢。反正这感情的事儿，确实是她需要一点弹性。弹性？哎，弹性，胸怀要宽，脾气得好，低眉顺眼，公子劝酒。不是，你能说的具体点吗？哎，胸怀要宽，就是说当别人犯错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视而不见，照单全收。但是自己要犯了错，必须是随发现随改。人家要是批评你了啊，一定要虚怀若谷，勇于改正。脾气要好，就是说你不管冲谁嚷嚷，不能对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是媳妇儿嚷嚷。最好的形象不能留给社会，要留给爱人。低眉顺眼就是你对自己老婆绝对不能横眉冷对、苦大仇深，更不能大男子主义。会讨好女人的男人不丢人，说明咱们情商超群。最后一条不用说你也明白吧？家里的财政大权，这一家得有个主人呢。但是主心骨必须咱们男人来拿，但是主人要交给女人做。这听上去貌似有点道理。哎，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做了，这人得多扭曲啊！哎，不不不不，一点不扭曲，我一直这么做的，你看我扭曲了吗？你真这么做的啊？哎，所以说嘛，你呀，对女人就是有一套。家和万事兴，后院不能起火呀。行，那这方面，以后我得多向你请教请教啊。反正这医学专业方面的事呢，我得多向您请教。但这家庭婚姻，尤其是男女之间在一起这些小事儿，我呀，电话，老婆，老公啊，你对亲爱的老婆还是决定给你老爸送螃蟹去了，你说我伟大不伟大呀？啊？怎么了？啊？你稍等啊，丽丽，后院着火了。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这都在电梯里了，你就放心吧。我把螃蟹放下，我就走。吃不吃是他的事儿，送不送是咱们的事儿。这顺水的孝心，咱得送，知道吗？啊，就这样啊，我马上到了。哎，别别别，你先别挂呀，丽丽，你听我跟你说啊。给我爸送螃蟹来了，梅山买的那个。他不在，又去抓训练去了。哦，没在啊。啊，那你给冻冰箱里吧，回头想着给他做了。哎，行，我来吧。麻烦你了啊。麻烦什么？一家人甭客气。啊，我是说跟我别太客气了。啊。哎，你火上做东西了吧？哎呦，我熬着豆浆呢。啊，可别糊了。你坐，等会儿尝尝我做的五谷豆浆。每天早晨啊，凯旋他爸都喝一大碗。每天早上，阿姨，你现在做三顿饭呀？啊？啊啊！来来来，趁热喝。昨儿凯旋来呀，就什么都没吃。这匆匆，你说什么？凯旋昨天还来了？是，昨天下午凯旋来了，匆匆忙忙的，说你们是刚从眉山回来，跟他爸聊了会儿天就走了。对，是刚从眉山回来。这张照片照得不太好，我有点呆。倒是不呆，不，还行，还行。如何化解老婆的冲天之怒？
凯旋，哎，你爸结婚了是吧？你昨天就知道了吧？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啊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忘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是是，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。你压根儿没想告诉我吧？哎，我说你们家这些大事儿，你从来没想跟我商量哈，都自作主张，你还当我是你老婆吗？再见。专程向您二位赔罪的，老哥，赔什么罪啊？陈总，昨天不是没喝好吗？啊，谁都不怪，就怪我啊！没觉着，喝的挺好的。再说咱俩又没在一起喝，老陈，嗯，还没醒呢。葛经理，太客气了啊。田设计师还没到呢。哦，他非常想来。但是呢，家里有点事儿啊，下次一定来。那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咱们也算朋友了，何必呢这么兴师动众的啊？那这酒喝着还有什么意思？英明大鼓说要给我们赔罪的，好吗？这到现在赔罪人连面都不露，这酒怎么喝呀？老赵涵养好，他坐着陪你，我先撤了。哎，老陈，陈哥，陈大哥啊。是我对不起啊，本来应该让丽丽单独请赵总和陈总单独吃一顿饭的啊，甭理他。这老陈呢，有时候就没分寸。这个事情啊，跟人田设计师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过咱们这样，以后啊，工作的事情呢，咱们约到办公室去谈，别天天吃吃喝喝的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来，陈总，请坐。哎呀，这样啊，都听赵总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到办公室来谈啊！对，今天大家都来了，算给我老葛一个面子，好不好？
就算我对员工管教不严，这样，我先干一杯，好不好？自罚一杯。来来来，这酒我没法跟你喝。老陈，我来陪你喝。对不起啊，来晚了。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，看来了吧？是啊，我们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哪能不来呀？这个案子我负责嘛。再说了，昨天陈总也没喝好，今天得好好跟陈总喝两杯。哦，田小姐啊，这今儿太阳打哪边出来的？我都有点不适应。别不适应了，来，陈总，我先敬你一杯吧。好，来，干，田小姐。赵总，干了啊！来。行啊，丽丽啊，今天一到酒场就不一样了。您跟我一起喝，您随意，我三杯。哎，丽丽，能不能行？第三杯。哎哎，大家都随意，都随意啊，慢点，慢点，刚开始嘛，哈，进度慢。老葛，你这女将都很厉害啊！好，丽丽这么爽快，我也跟上。来，哎，老赵，老赵，我提个议啊，你跟田小姐你们俩啊在一起，就飞一个怎么样？横吗？这样吧，你别咱俩喝了，大家一起吧。对对对，来。一起一起，好提议啊！来来来，一起！哎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，拉森伯格先生。这个故事可以把事情弄清楚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我要讲的这个故事非常神奇，神奇的会让你不能相信，神奇的需要你开动全部的想象力来理解我的话。准备好了吧？呼哈！很久以前，爸，你这么讲我能睡着吗？把眼睛闭上。很久以前，有那么一个种族，他们都是强大的战士，斗士。他们从天而降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敬一下，陆总。哦，好酒量，打马双倍。一到了啊。
事都得当回事儿，柴米油盐锅碗瓢盆，难念的经家家都有一本，事业梦想加上零碎，刮风下雨事业没个准儿，人潮人海路压墙根儿，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生活是煎炒烹炸一锅大杂烩，爱是唇齿相依也会拌到嘴，有分有合有喜也有悲，尝遍酸甜苦辣才有滋味，生活是吹拉弹唱一场喜乐会，爱是互相搀扶手心搭手背，有你有我有笑有泪，酸甜苦辣夫妻天生一对，事业梦想加上零碎，刮风下雨事业没个准儿，人潮人海路压墙根儿，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生活是煎炒烹炸一锅大杂烩，爱是唇齿相依也会拌到嘴，有分有合有喜也有悲，尝遍酸甜苦辣才有滋味，生活是吹拉弹唱一场喜乐会，爱是互相搀扶手心搭手背，有你有我有笑有泪，酸甜苦辣夫妻天生一对，生活是吹拉弹唱一场喜乐会，爱是互相搀扶手心搭手背，有你有我有笑有泪，酸甜苦辣夫妻天生一对。